没想没有事情还能打个炮丸，但是每天辛苦训练汗水打头一山，幸亏食堂伙食不错，每天六个鸡蛋。双杀我高炮需要六名火炮手，其中每位必须是人中魁首，一炮手七八斤云七星那该是36秒开栓那都不算事儿，二炮手身轻如燕动作如闪电，装系的敏捷手电动切换，三炮手精密检查确实很到位，最多就差0.1秒位，四炮手练就我蚕丝牵打手，炮带的大家中自由的行走，五炮手踏雪无温还会草上飞，背部线电缆线全都念他追，六炮手运筹帷幄操控电容机，带动火炮前程永拿第一，六名火炮手来到预备役，全靠班长口令才能提士气，红黄双旗在水中飞舞，苍龙出海天地也颤抖，静待首长指令完成任务，这次将是完美的回忆，请大家跟我大声喊一句，我是预备役永远的好兄弟，我是预备役永远的好兄弟。这整个原事整个这个其实后边这个副歌挺有带动性的，这个穿军装就好了，这个。